研究院王世杰顾院长讲座，演讲会开始，我们请王范生副院长为我们主持。谢谢。王女士，王世杰先生的女儿，武汉大学校友会，梁奇之院士，还有诸位来宾，在座有好多位，我也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还有刘全副院长，还有大家午安。那么3月10号是王世杰顾院长121岁诞辰纪念日。那么王世杰院长呢，是湖北人，那么他曾经留学英国跟法国，最后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王顾院长呢，在从巴黎学法国学成之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然后担任过许多重要的政府职务。我这10-20年来常常碰到武汉大学的学生，那么他们都给我称道武汉大学规模之宏大啊，令人印象深刻。我个人虽然还没有机会拜访武汉大学，但是我已经听过很多人跟我讲，所以我想王世杰顾院长在武汉大学的建树一定是非常可观。在王世杰顾院长所担任过的工作中，包括政府工作，包括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在1949年之后，他也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王顾院长跟中央研究院关系事实上异常的密切，异常的密切。他从1928年参与筹备中央院以来，其实我们如果回顾早期的文件，就可以发现，在他没有当院长之前几十年间，他其实是中研院很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想这个只要各位留心，从中研院创业以来的各种公司文件，慢慢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他在1966年接任中研院第4任院长的时候，全力推动中美学术合作，成立美国研究中心，成立经济所等等。那么，并且在他院长任内提倡这个所长任期制，贡献非常之多。那么今年呢，是王顾院长121岁诞辰，我们特地请了本院院士、现任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及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也是本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梁奇之院士主讲。梁院士对中研院是一个完全不陌生的名字。他1975年香港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获得博士，1980年获得博士，然后他就加入中研院。在当时的三民所，后来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副所长、所长，有几十年的时间。此后呢，他也担任转到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梁院士获得许多海内外重要的学术荣誉，那么其中包括多次获得国科会杰出奖、教育部学术奖等等我在这里无法一一这个说明。那么他也担任过国科会历史学门的召集人，担任过蒋经国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同时他也担任法国远东学院跟欧洲若干学术机构的咨询委员。他的研究领域非常的有独特性，而且非常有意思。我记得他写过一篇自我介绍，是他专门研究穷人跟病人的历史，所以他许多本著作都跟穷人还有病人有关。那么今天他要讲的题目是疾病为什么有历史，是不是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谢谢副院长的介绍。我非常抱歉，今天呢我昨天晚上才从香港赶回来，那今天早上我就在食语所的办公室的电脑上做事，一直到刚才。那我没有发现我的电脑的时间是错的，是
他比就是真的时间晚了15分钟，所以我就后来才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赶过来，非常抱歉让大家等，很抱歉。那是不是我就可以坐在那里讲？因为我准备了这个 PowerPoint， 那可能我坐在这里控制那个 PowerPoint 比较好。待会儿讲完了，如果大家有问题，那我才站起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好吗？好，谢谢大家。我今天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个题目可能大家看起来有点奇怪，疾病的历史。那么疾病的历史，如果马上的反应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的话，大概就会想到是一个医学方面的历史。那我想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疾病的观念已经非常受到19世纪末以来西方生医学，特别是这个解剖学、细菌学变成主流医学之后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有两，就是有关疾病观这个呢，我想有我让我们会对疾病有两个看，就是有觉得疾病有两个特点。那一个呢，就是说疾病呢必然是生理上的，就是说任何的疾病，甚至包括我们认为是情绪上或者是精神上的疾病呢，其实它的归根到底呢，它的原因是一个生理上可以很准确找到理由的一个病因。比方说忧郁症应该是个情绪或精神上的疾病，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趋向说啊，你可能脑里面某一个细胞有出现了问题，或者是某一种化学的作用产生了问题，所以呢你就可以用吃药这个方法来把这个病治好。像肥胖症也是觉得可能你婴儿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形成了肥胖的细胞，你没有办法把它处理，所以你就会肥胖。所以所有的这个病呢都可以归因到你身体上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状况，而不一定是你心理上或者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特色。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每一个疾病呢都是有一些独一无二的临床特性，就是它每一个病都是 specific 的，它会比方说它会是因为某一个细菌所引起的，或者是某一种病毒所引起的，某一种生理变化产生的不同的一个疾病。就是说你不可能把比方说肺结核跟肺炎混扰的，因为两个病的病因都不一样，发展的过程都不一样，所以是很 specific 的。每一个病的名字，它后面代表的那个疾病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所以每一个疾病呢，都有独特的症状，病症啊，有特别发展的过程，从开始到发病，然后到病的高峰，然后慢慢病好。这个过程呢，你去问一个西医一个生医学的医生呢，他就会很详细的告诉你啊，你开始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你好了会怎么样。一个好的医生他会这样跟你讲，痊愈是怎么样，他会对那个病会有一个很清楚发展过程的一个描述。那么每一个疾病同时呢都可以在实验室或者在解剖桌上被证明为某一种疾病啊。比方说你可能你得了H1N1 这个感冒，那可能你在你的痰唾沫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细菌，在显微镜下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细菌。那他就说哦，你这个是因为这个细菌virus 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细菌引起的疾病。我记得前一阵子，我想整个东亚这个流行感冒都非常的猖獗的时候，我就跟香港大学一些医生的同仁就聊天，他们就说哦，现在流行的那个感冒的病毒有1、2、3、4、5种，他就念出一串名字我听不懂的出来，就是说很 specific 的。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感冒，但是呢每一个病毒都不一样，所以
他们是可以很清楚的说，哦，这个是哪一个病毒，这个是什么细菌，然后或者是你的器官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你的细胞哪里出了一个问题，所以是很准确的一个描述。那今天就是因为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身体的状况没有上面两个特色的话，就是说你很清楚的看得出它是怎么样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的，然后不是一个纯粹生理上的一个问题的话，你这个可能不算一个疾病，你去健保可能拿不到给付，你也大概很难找到医生一个西医帮你治疗，或者是你甚至得不到其他人的同情，觉得你在妄想，或比方说我今天发现我觉得我耳朵痛得不得了，但是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医生就说不可能，你这个不可能有任何的，一定是你想象出来的，那所以你拿不到药，那你的同事也觉得你在幻想，也拿不到给付，你拿不到药，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概我们大部分的人经过这个19世纪以后生医学的一个洗礼之后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概念，一个一般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在这样的观点之下，我这个题目我说疾病的历史应该大概就是细菌病毒在生理上变化的一个历史。比方说我们可以问今天我们还有偶然发生的鼠疫，那今天我们的鼠疫是不是跟欧洲中古时代的鼠疫是一样的，是不是跟19世纪在亚洲流行的鼠疫是同样的细菌，还是它的细菌产生了一个变化，基因组合的一个变化，所以它今天变成一个不同的病，或者是1917年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全世界的流行是跟今天的 H1N1 是不是病毒有点类似，是不是同一类的一个病毒，像这一类的其实属于生物医学方面的历史，你一讲大家都理解，疾病的历史大概就是讲这个的历史。但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今天讲的就是说疾病的历史应该不只是这个生物医学方面的历史，也是应该属于我们历史学社会文化史的一个历史，这是我今天要说明的一个内容。那么19世纪末以来，我刚才讲这个生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细菌学发展以来，这个医学呢是具有科学权威性的，那么这个科学权威性其实一直到延续到今天还是在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可能就限制了我们对疾病的一个思考，那这样的一个限制其实也让不少学者把我们今天生医学的一个解释套在古人对病症的一个描述之上，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像比方就算是中医传统的中医，那其实现在很多中医师呢他们已经吸收了很多西方生医学的知识，那么他们看古籍的时候，看到中医学的古籍的时候，看到一个疾病一个病名可能跟今天的病名没有一个相符合的，他们可能就从他的病征的描述里头去推估这个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什么病啊，很多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直接把一个病名翻译过来变成一个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一个疾病，那这个是一个很省事的做法，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我觉得是限制了我们对疾病对身体的一个想象以及了解。好，那我今天就讲作为历史学者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说法，那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疾病它不单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疾病呢它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存在，那就像我们今天生医学要不断的肯定的，它
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存在。那疾病呢，也传达了很多社会文化上的讯息。那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疾病的定义往往兼具了理性以及道德的内容。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苏珊·松塔，这个前几年刚过世的一个美国的才女，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她在1970年代吧得了癌症。那么她得了癌症，她就发现她作为一个癌症的病人，社会对她的一个朋友社会对她的一个看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她觉得很不舒服，写了一本很小的书，就是 Illness as a Metaphor。这个书已经有中译本，疾病作为隐喻，好像是这样子。但他的这个书里面主要的就是说，我得的是癌症，但是现在的人总是觉得有癌症的病人呢，一般都是压抑情绪的人才会有癌症。所以呢，就好像他已经有他不但是身体上，有一个挫折，而且是精神上他有一个挫折，就是说他被给予一种好像是他对自己身体监控的不好，他不会抒发他的情绪，所以他得到癌症。就是说任何一个疾病就算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个时候呢，他都有他道德的一面，就是社会或者是医生会觉得我这个病人呢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没有好好的以正常以应该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绪身体等等，所以你才会有癌症，所以你才会有忧郁症，所以你才会有老人痴呆症，各种各样的。所以虽然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生理面，但是呢绝大部分的疾病也有他的道德意义。那这也是为什么苏珊·松塔他写这本书，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能很单纯的就把癌症视为一种癌症，视为一种 disease， 一个 cancer 就算了，不要给予它太多的其他的意义呢？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写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但是他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大概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要求大概是不可能发生的。历史从古到今都会把疾病赋予它的生理性，也赋予它的道德性的。那很多疾病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像刚才说的忧郁症，像酗酒，一定就是说这个病，社会给予它很多道德的谴责的。为什么你会酗酒？但是呢，也会给予他一些生理上的一个解释，头疼、肥胖、厌食症，也是。更年期，我记得我母亲那个时代，你看这些医学的报道、医学的研究，大概很少谈更年期的，但是现在就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研究的课题，还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好像是一种病。那这个是不是跟20世纪后半期以来，很多女性投入工作，那你碰到更年期的问题，那你会影响你的职场上的表现，是不是这样子呢？那所以这些很多其实牵涉到社会文化的压力，还有性别关系的一些改变，非常多这些问题。很多我现在上面写的病，大概就是在20世纪初期不会有人提起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有特定时空关系的一些疾病。那很多这些疾病成为疾病是经过一个独特语言建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更年期这个病，我觉得也是慢慢在20世纪后半期慢慢建构出来的，以前大概不会觉得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然后每一个发生在独特时空的过程呢，其实都独具一个特别的文化社会的一些特色。在美国社会有一些病，比方说肥胖症，在美国已经极为严重，在亚洲还没有那么严重，已经慢慢严重了。因为两个社会其实它的
文化、他的社会，都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那么，疾病的文化意义，经常呈现于疾病的名字，语言，我们用的语言，中文、英文，任何一个语言，他们大概就是对疾病作为一种，就是说这个是什么病，就是对它做一种界定，给它做一种定义。那么这个疾病在被认定、被命名之后呢，才成为一个社会的现象。那我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医学史学者 Charles Rosenberg， 他这篇已经蛮经典的一个论文，就 Framing Disease, Illness, Society and History 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每一个疾病其实它为什么是一个疾病，都是经过不同医疗系知识系统在语言上给予它一个定义，给予它一个界定啊。很多比方说你很多病症，你有头痛，你有发热啊，那么很多不同的病症，你把它规定界定之后，给予它一个名字，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疾病，那你就要去处理它了。在你没有给予它一个疾病一个名字之前，大概医生也无所适从，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应该处理的一个疾病的问题。那么疾病有了名字之后，就是有了一个病因的解释啊，这个病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而来的，有一个诊断的方式出现以后，那么这个疾病也属于某一种病类出现以后，那个社会呢才能够按着它的惯例来控制监管这个病患，那么我们今天的健保制度才可以按例给给付。我想在健保制度里面大概没有，比方说不可能给予一个病是没有名字，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些疾病只能在某一些文化里面被命名被治疗，没有办法用别的语言充分的翻译。这个是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可以翻译，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疾病的翻译都是其实不是完全的翻译。那么我一个年轻的同事雷祥林教授，他研究了中国近代的肺结核。那肺结核有一个名字叫肺痨，肺痨是传统中医的一个名称。其实肺痨这个名字所代表这个疾病，跟肺结核这个生意上的学上定义的个名字，其实有很大的文化上的一个差异。但是这两个名称呢，就是在民国初期呢，就是交错的在被运用，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那这里只是举出其中一个例子。那么同样的，不少古书里面的疾病也没有办法用今天的语言，或者说我们今天的 mindset， 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来充分表达。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像汉语古简一集里面的沙这个什么病，还有惊风这个是什么病，还有近代的神经衰弱这个是什么病，是其实很难用今天的声音学来翻译的。那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本叫沙经合璧的一本书，它里面讲了各种的沙症，它也画了图。那基本上这些沙症呢，都是病人呢都是觉得非常的虚弱，四肢无力，然后脸色皮肤的颜色很黄很干，那非常的精神不振。那这种呢都是叫沙，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沙，一个中医他就会看他的舌头，看他的身体哪里，然后决定他是什么沙。那比方说这个书左边一个叫结沙，那么这个图呢就是说啊，用针灸来治这个沙是怎么治。如果你把这个病给一个今天一个西医来看的话，他会觉得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不晓得什么病。但是呢，古代的不要说太古了，20世纪初，一般的中医，他就会啊，他讲出一套道理来，这个是什么病，然后应该怎么治疗。同样的，惊风，小儿惊风，小孩在哭闹不肯睡，然后有时候哭的脸都黑了，那这些呢，都叫惊风。
那传统的这个中医呢，就是他们可以分辨各种不同的经风。那有一些他们会发现他的手两线呢会胀的，然后呢心下面会怎么样的。那么另外旁边那个叫舒厥经呢，就是两手会举起的，然后哭得像死掉一样，然后醒来手脚也会怎么样。就是每一个经风是个很大的一个病类，然后里面还细分是这个什么经那个是什么经。那传统的中医呢，他就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客观的，他可以分辨的清清楚楚是什么样一个经风的病。但是你这个给一个今天的医生，特别是西医训练的医生，他大概也是觉得这些都是莫名其妙啊。这个就是很难翻译的一个例子。像歇斯底里，这个是歇斯底里在19世纪的时候呢，十几世纪初的时候呢，西医认为这是女人专有的疾病，男人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女人有子宫，子宫发生毛病呢，女人就会有歇斯底里。所以那个时候要治疗歇斯底里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用一种风，就拼命吹她子宫的那个部分，让那个子宫萎缩，不能再有正常一个子宫的功能了，那这个妇女才会被治好。那个是19世纪解剖学非常盛行，知道子宫是什么回事之后，对歇斯底里的一个解释。那是一个历史的时代，一个19世纪西医的时代，他们是这样看歇斯底里的，一个很清楚的性别的界定，很清楚的病因的解释，然后一个很清楚的治疗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就没有办法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所以这些疾病今天就没有办法用生物医学的语言来翻译，也没有用这种方法来治疗。那么但是这些疾病在那个时空呢，都被认为是有客观的存在，而且影响人的行为，包括家人的照顾的方式，医生的医疗行为，社会的卫生政策，还有病患本身的反应等等。那么这个是这些例子我想可以说的蛮清楚的。那历史里面有关疾病的讨论呢，通常就是不是在实验室，也不是在解剖桌上，而是通常发生在人的情境里面。那么通常所牵涉的人就是病人本身，还有医生，就是医生不是唯一有发言权的人，病人也有相当的发言权，家属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看护者他的邻里都有发言权。那么每一个角色呢，多多少少都参与了疾病的一个定义，疾病的一个界定啊，病人本身的经验，然后他的家属对他的了解等等，然后他们通常都会跟医生互动，然后经过讨论之后才决定这个应该是什么一个病。这个中西皆然，这个是敦煌石壁的一幅画，那么莫高窟里面的一幅画。那么这个画里头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躺在那里，两个家人在后面扶着他，那么这里有一个医生在给他诊脉，那么这里有一个人在帮他在弄药。那我们可以，那还有一些他的，这应该是一个贵族之类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还有他一些大概这些门臣之类的，那在旁边。所以在古代呈现一个疾病的情境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角色在那里啊，应该是有一个互动在进行。这张画在故宫，宋代的《旧爱图》。那么刚才是一个贵族的家庭，这里是一个宋代的一个农村，一个农民的，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一个草泽，一个走方医，这个一般的医生他大概就带着一个学徒，就在农村里面游走，看到碰到有人要治病，他就去治疗。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农民，那么我们看到两个女眷在扶着他，后面有个小孩躲在一个女眷后面，不太敢看这个江湖医生呢在帮他弄针灸弄艾灸，他
这个病人有很痛苦 的表情。那同样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两个女眷跟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他们在讨论这个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讨论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医生决定要用什么一个方法去治疗他。那这个呢是西方中古一个麻风病院的一个画面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病人，我们也看到那些看护他的人，然后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也是一个在一个好，你看这个可不是他主治的医生都在，好像他们有个讨论的一个过程啊。那所以对历史学者来讲，疾病被定义的历史对我们来讲是最有趣的。但是呢，大部分过去的疾病史都忽略了疾病被定义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以及疾病的定义怎么样影响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等一下到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个很具体的例子。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有趣的就是说，疾病的定义它牵涉文化面，但是呢也离不开客观的生理面，它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它必须要面对一个很客观的生理的一些状况。 Rosenberg 刚才提的这位医史学家，美国的，他就是很清楚，就是说疾病它不是被建构出来的，我不可能无中生有的生了一个病，我是真的是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些不正常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生病了，但是这个病是被界定的，被划定出来的，因为不能否认疾病有客观的生物性，不是纯粹主观凭空的文化建构，但是呢它也有别的文化社会的一些层面。那所谓社会文化的一些层面，今天我大概分两个方面去谈它，一个就是概念以及语言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医病关系的因素，这两个可能都跟医学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对医这个病的界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先讲概念与语言。那传统的中医的这个语言大家都很清楚，阴阳不协调，这个从内经开始就是这样子了，六淫所谓的外邪，就是外面有一些让你生病的不正常的气，这个风湿寒暑燥火，这六个六淫呢就是外面这些太过多的风，过多的湿，过多的寒，过多的暑，过多的燥，过多的火都会进入你的身体之后呢，就会让你产生各种不同的病。那这个语言到今天的中医还是成立的，现在的中医还是用这套语言来思考疾病。那西方古代的语言呢，它就是用体液不平衡来思考这个疾病，他觉得人的身体里面有四种体液，等一下我们会看。那这种体液呢如果不平衡的话一个太过多的话，你身体就会出现的状况。比方说还有所谓的瘴气论 miasma， 这个概念呢就让人生病的这个瘴气论，脏东西脏的空气让人生病，这个在无论在西方或者是在中国都有，传统中国比方说三郎瘴气，岭南地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皇帝要惩罚一个人就把他流放到有三郎瘴气的地方，让他被蚊子叮死就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不同的语言概念，这些概念就会把某一些疾病 frame 出来，界定出来。那这个就是希腊医学的四种体液论。那其实跟我们的那个五淫啊，这个气啊，都其实有点类似，所以有一些医史学者觉得这个中国医学其实跟希腊的医学中间可能是有一些早期是有一些沟通，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证实它啊。人有这个是盖伦二世纪
的一个希腊的很重要的医生叫盖伦，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呢，你可能是身体里面有火，有空气，有土，有水。那如果你的火很旺的话，过剩的话，你这个人呢可能就会很脾气很暴躁，就是我们可能中医就会说你肝火过剩这种人。那如果你身体里面的空气太多的话，就是说你的血会特别的旺啊，那你这个人呢也是就是有点这个也是会比较会暴躁一点的一个脾气。但是如果你身体里面的水比较多的话，那你身体的水比较多，你身体里面的痰都会累积起来，那你这个人就会比较慢吞吞的，就提不进来，就常常会疲倦。那如果你身体里面的土比较重的话，那你这个人大概就会比较忧郁，比较属于忧郁型的。他们就把人分成四大类，那你这个很多病呢都是因为你这种火啊、土啊、水啊、气啊这个不平衡而引起的。这个是希腊医学二世纪以来的定调。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一直到十八世纪还是这样想的，虽然解剖学啊等等什么这个血液循环啊已经都慢慢这些理论出来了，但是这样一个体验论呢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消失啊，所以是各种不同的理论在同时运作的啊。所以不同的身体观也产生不同的疾病的认知。西方人在细菌论之前呢就是以体液平衡来想象身体的疾病，那中国人想象气血在体内的经络里面运行无碍才可以没有疾病。所以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原则就是让你的气血尽量在身体里面这个流通无碍。那一直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个细菌论出来的时候呢，就把上面这些都给予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这些疾病的观念。那这个是从一个考古的双胞山那个考古的一个遗迹里面拿出来的一个人像。那这个人像一个木做的人像里面都画了经络，那所以这些经络呢到今天一个中医都会认出这个经络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想象身体里面有这些经络。虽然你在解剖桌上面你把人的身体打开你会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你针灸的时候这些针灸医生都会按着这样的一个经络的想象来做针灸，然后他们会认为产生效果。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其实医生都没有做很好的一个解释。那么身体也会跟事实相应的一个身体观。那么所以传统中国医生给药的时候也会考虑那个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然后给予怎么样的一个药。现在很多人练气功呢，你也是要对自己身体有一种想象你才可以做气功。你会想象自己比方说在这个地方是有火的，你要怎么样不要这个火太盛，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气从这个地方运到这个脑子里面，你这个你这个练的气功才成功。然后你身体里面是这么一个漂亮的一个风景的图，你要就是一般这些练气功的时候都会对身体做这样一个想象，然后这个气功练习才会产生效果。同样的，十五世纪波斯的医学它对血液流通的对身体的想象是这样子的，身体里面的血管是有这样的一个布置的，然后它有它的内脏是这样子。然后这种波斯医学伊斯兰医学在中古时候对西方的欧洲的医学是有极大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当然到了十七世纪以来，这个对身体的想象就慢慢的被这个解剖学在西方被这个解剖学所取代。
那这个，但是这个解剖学基本上是了解一个静态的一个器官的结构，它不是了解一个运行中的一个身体的结构。这个是中医跟西方的医学在这个时候一个最大的不同。中国的医学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把身体想象成为一个流动的一个身体来处理的。那么但是西方的医学它其实从古希腊时候一直到现在，它都有一个身体器官一个静态了解的这一面，这个是中医所比较没有的。那当然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在实验室发展的细菌论所带来的影响就是革命性的。那么到现在我想我们的医学都是非常的其实都是这个细菌论的一个 legacy 的一个遗传下来的一个疾病观，一个身体观的一个结果。那么到今天基因工程的语言，我想这个王副院长都很熟了，这个我们研究院这个基因工程研究是很杰出的。那这个是我们21世纪对身体对疾病的一个另外一种的语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到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反潮流，就是所谓的另类疗法的语言，就是我们把一个疾病把它准确到一个基因的组合的时候，但是这个好像对很多人来讲，对他们每天碰到的身体上的问题好像不能解决，就很多人就找另类疗法。像在美国这个针灸也好，这个什么印度的传统医学也好，现在大行其道，用针灸或者是中国的疗法，在美国的很多不同的学院在开，每一年大概训练上万个可以出来行医的医生，都是传统的所谓的传统中国医学的一个 version 一个版本，所谓的另类疗法一个版本。那么这个是另在外就是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了。好，这个我讲了我就不多讲。那跟着我讲，就是说对我们历史学者来讲，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医生跟病患就是说疾病之所以是社会史文化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是在传统里头是医生跟病患或者是跟他的家人共同协商出来的一个定义，往往是这样子。就是疾病的定义与治疗、医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不是一个人有绝对的发言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我这个演讲那个海报，也是一个13世纪的一个伊斯兰医书的一个画面。那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互动，他有一个对谈啊。那么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觉得他的关系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权威跟一个病人的一个关系，应该就不是。元代尹善正药这幅画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那他坐在这个桌上的这个病人，他是食物中毒啊。那么两个仆人在扶着他，那么找来两个医生，他不找一个医生，他找两个医生，要他们来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意见，然后他自己也给一点意见，然后大家在商量到底什么回事，应该吃什么药，就是有一个讨论的过程。那这个是宋到明到清以来，特别是在有知识的家庭看病通常都是这样子的，你不要找一个医生，找好多医生来讨论，然后比较一下哪一个的说法比较合你的意思，然后你去采取某一个说法，所以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我举一个例子，明代一个安徽人孙一奎啊，我不知道后面看得清楚，我很简单讲这个有一个妇女，张氏妇女，21岁，那么她的丈夫呢，就请这个孙一奎去看她。那么孙一奎去看她，帮她把脉，觉得她左边的脉很弱，然后呢，就是这个
右边呢也滑，然后很沉，这个脉不好。她诊完了，然后就，这个丈夫就问孙一奎，就说：“哎，我太太的脉怎么样？”那孙一奎就说：“心神脾志都不足，然后呢，肺经有痰。”这是她的诊断。那丈夫说：“不是。”他说：“不是。”他跟医生说：“他说不是。”她是有怀孕。我说她的脉短弱如此，怎么会是有孕呢？她的先生说不是，她已经怀孕了70天了。那我就想了很久，就问她说：“你太太曾经怀孕过没有？”她丈夫说已经怀孕过2次了，这是3次了。那我就问，那2次都是不是足月就生产呢？是男的是女的呢？她丈夫就说：“哎，不敢瞒你了，她开始的时候呢就产9个月就生产了，这个产出来的呢手足面目完全都有了，而水火不分，不知道是男是女啊，然后呢一片肉在那里，生下来也不会叫，抱起来已经生了，生出来就是一个死胎。检查就知道无水火，不知道是男是女。第二次也是9月，也是差不多，也是反正都不行。然后她听了她丈夫这样讲，她就说：哦，她放物前二胎是不完者，由心脾二经不足所致也。所以这一次把她的脉才会这样子。那么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给他吃这个吃那个，然后呢，因为他医术高明，所以到9个月产下来，这个形体屈据，外有直膜一片等等等等，然后呢，我看一下，以前后来他就是产下一个是好的，我看一下是在哪里，我不要全部念，后来生二子一女都是好的，我看一下哈。不见，但不能去产下也是死了，但是上年之为为鱼为药之方也，所以后来他就帮他给了这个药，然后他吃了，就后来就生的小孩就是正常了。这主要是前面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医生去看病呢，他也必须要得到病人或者他的家眷给他的意见，然后他才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然后去把这个妇人治好。所以医病关系与疾病史息息相关，近代以前的病患也是主角的角色，或者是他的家人往往是一个主角的角色。在刚才的那个这个医案里面，孙一奎的医案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一类的史料，除了孙一奎以外，还有很多明清的医生，他们写了很多医案，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史的资料、文化史的资料。那这里这个其实其中无数个例子其中的一个。那所以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的医生所拥有的判断的工具是不同的。那么这些 framework 这些框架的变化，就是医生跟病人跟他的家眷的关系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就是社会史的一个主题。病人跟医生有相同的身体观，有相同的疾病的概念，同样的语言，有效的治疗才可以进行的，两者的协商结果不但落实在医疗方式之上，也在政策制度之上。大家看看这个也当代的一个北非的一个治疗的图，看看这个病人是这样子医他的哦。那这个病人一定跟这个医生他们有相同的看法，觉得这样医是可以的，他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疗法，他们中间会我们看到有一种默契啊，他是要这样治疗的。这个是放血的一个疗法，大家如果眼力的话认出来这个病人就是我那这是一个中医帮我放血，我在体验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他给我一个说法，那
一个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说法的，大概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疗法，也不可能有任何治疗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就跟近代西方权威性的生物医学这样一个图，大概就是很清楚的呈现了这样的一个医病的关系。这些医生是很有权威的，这个病人完全是被动的。那么这些医生他们在讨论这个病，然后后面大概就是学生，大概就是一个医学的教室吧，一个教课的一个课程啊。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权威的医学跟一个完全被动的病人的一个很不同的关系，这是一个现代医学的一个关系。刚才跟我给大家看刚才的图，就是很不同的一个医病的关系了。那疾病观不但受限于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也反过来制定医疗的语境。就是说所谓的语境就是说，你这个什么原因你会生这个病，你这个病是属于什么类别，会不会死人的啊？那诊断的过程、治疗的原则，这些都是一套规范性的语言。那么这套语言会左右你思想去想这个疾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疾病，到底我身体有什么不对啊？那么，但是你这身体观也会慢慢会在这个语境里面产生一些作用。如果你这个疾病观有变化的话，你这个 context 也会慢慢做一个变化，所以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这个人文的语境是有它的历史的变化的，那这个是我今天希望要说明的。那我最后就举我研究过的一个麻风病的例子。那这幅图是一个18世纪一本中国的医书里面画的一个麻风病人的一个图。这个麻风病人你看他的手指都断了啊，那他身上都是疮啊等等。那这个是18世纪的医生对麻风病的一个看法。我先看下面一个。那《内经》最早的一本比较完整的医学的理论的一个书呢，它书里面没那个麻风这个词要到很晚才出现。在《内经》呢，讨论一个病很像麻风的呢，就是一个就是痢这个病。这个痢这个病呢，就是容器复热，就是说有一种有一种气，就是身体里面这个气呢，就是让你身体发展的这种气呢，就是附在你的身体的靠近皮肤的部分，然后它因为靠近你，然后跑不掉，它的气这个容器不清，所以呢，这个气就让这个人的鼻子的鼻梁坏掉，然后让他的皮肤的颜色变坏掉，那让他的皮肤烂掉，也是长疮。那么还有这个风，刚才讲那个六淫，风跟寒两个外淫呢，进入身体里面的脉而不能走，那么这种病叫痢风或者叫寒热。那么这个是在《内经》里面对这个痢这个病的一个解释。那么这个痢这个病呢，我们也在社会史的资料里面看到，就是云梦秦简秦代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文献，它有一个风诊室这个文献。那么这个文献呢，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左右，就是比这个《内经》编辑成文稍微早一点点啊，其实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那就是说有一个典甲，然后带来一个里人叫丙，然后就说这个丙啊，我们怀疑他患痢，就刚才《内经》里面说这个痢病，我带他来，然后再询问这个丙，然后就说这个医生就看这个丙，然后就说这个病人呢，3岁的时候就病，这个可能是念痢，我不知道，就是病长疮子，然后眉毛就脱了，眉毛就掉了，没有了，就不知道是什么病，不可治其可病。
不晓得是什么病，但是他无他作，但是这个人没有其他犯罪的情况，他没有，他只是生这个病，就让然后就这个人说他的过程的时候，就让一个医生叫丁的来诊断他。这个丁就说，这个丙呢没有眉毛，更就是鼻梁就断了，断掉了，这个鼻腔呢坏掉了，那用一个毛刺他的鼻子呢，他不会打喷嚏了，那他的手跟他的脚下面都不能走，不能走路了啊，那就烂，就是脚大概是直立是脚吧，就溃烂了，那他的手就没有毛，这个是毛无拔啊，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字打不出来，就让他就是让他叫，让他发声，他的声音就很沙哑，那这个丁就说他就是有痢病啊，他是有痢病，那所以这个是秦代的时候被怀疑有痢病的人，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一个法律的文献出现这个病呢？因为在秦律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病的病人，他可能有两个处理的方式，一个就把他关在一个痢人所里头，把他关起来，一个呢就是把他淹死。那么有关这个研究呢，史语所的林富士先生做过一个很好的研究，就是为什么要把他淹死，就是古代的人就觉得患这个痢病的人他的样子很丑，可能是有鬼上了身，就是鬼在人间里面作怪，那又把他淹死，把这个鬼制服了，他才不会在人间作怪。那所以他有一个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很理性的一面，对这个病的诊断有很理性的一面，像这个内经一样，整个内经都非常的理性，他不讲鬼神的，但是到了人间的社会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放在一个法律的场所来讨论，然后给予他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惩罚，好像他犯了罪一样啊。那这个就是古代对类似麻风病的这样一个痢病的一个病人的处理的一个方式，也是对痢病的一个想象。到了七世纪，隋代曹元方这个很重要的《诸病源候论》呢，他对这个痢病呢，或者是赖病呢，他有一些不同的、更丰富的说法。他就是说，他前面他这里讲，就是说，有风啊，麻风为什么？因为为什么麻风有叫麻风？因为当这个在内经的时候也是说有风进去。风寒嘛，风进去它才会生病的。那么曹元方就是说，这些风啊，其实很多恶风进入你的身体，你才会生病。东每一个风都有名字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道教的影响在那里。然后这些风呢，就跟你身体里面的虫子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不同的风进入你的身体，跟你的身体里面的虫子配合，这些虫子就会咬你身体里面的脏腑。咬到肾，你的鼻子就会掉；咬到哪里，你就会声音哑掉；咬到哪里，你手指都会断掉；然后咬到心，你就会死。那这个就是，曹元方对赖病的看法。那么他，但是他也有一些理性，所谓的一个理性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所有患赖症的人都是用力过度。饮食相违，行房太过所致，所以呢，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毛孔忌开，冷热风入内脏，那些风进去跟这些虫互动，那你就会得这个病了。那另外一个，但是曹元方作为一个医生，他还是不会放弃这个犯出忌害，就是犯了鬼这样一个病因的解释。这个呢也充分显示出，比方说道教对疾病观的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影响。到了南宋十三世纪，我们看到传染这个概念出来，这个大风论啊，这个医生他认为这个麻风或大风的病，除了所有内经讲过的曹元方讲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会传染，这是第一次，十三世纪第一次提出来这个病是会传染的。那么
这个传染的概念出来之后，之同时我们看到南宋在笔记文学里面看到这个赖病因为可以传染，所以呢在福建这个地方很多女性患了这个病，她就把这个病跟一些找一些男的跟他发生关系，或者把这个病传给这个男的，他自己就会疗好了，这个叫过赖。那么这个过赖这个传统在南宋这个笔记小说出来，但是这个过赖的概念很多人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一直到近代，一直到20世纪初，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还是有人相信是这样子，那医生也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处理这个疾病。那么有关这个传染这个概念，那我没有办法在传统的儒家的以儒医为主的医籍里面找到它的解释。对于传染这个解释讲的最清楚的反而是在道教里面的医学，那这个是明初宣传外科秘方里面写的这个大风论。这个大风论他说传染是什么，如果你在外面旅行不谨慎，你就会在厕所在床铺衣被上面染这个病。这个很明显的讲男人在外面做生意啊考试啊有时候要找女人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病。那有时候你在桥上树下歇息呢，你会碰到鬼啊，你也会长这个也会得这个病。然后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会被传染呢，就这个概念被儒医也纳进他们的系统里面来了。那明中期这个龚廷贤他是一个御医啊，他在宫廷里面做过御医，他讲大麻风，他就说传染是什么，有坟墓居址祖宗父母夫妻家人互相传者，或在外不谨，这个就是用它上面这个了而传染的。那前面这一段很有意思，这个相传的就是家人里面有相传，这个概念那是一个很十一所的李建民先生林富士先生都提过这个同一个家族里面病会从祖宗传到父母传到子女传到子孙，那这个是有报的关系，有报应的关系。那这个大麻风还有肺痨都是因为报而在家族里面传，但是到了宋代之后这个传已经不限在一个同一个家族里面，而是在家族以外都会传，所以这些道士职业的道士他们做法的功能呢就是把这个传染的途径切断，那你就不会生病啊，是用宗教这个疗法是这样去处理。所以麻风呢我们看这个儒医龚廷贤他也才把这个道教的这些概念放在他的医书里面来解释这个大麻风的成病的原因。那这个就是虫，就是为传染病的各种的虫作为传染的媒介啊。那这个虫子作为传染的媒介怎么样传这个大麻风，就在16世纪明中期沈之问这本医书里面来解释麻风的一个传染。到了近代麻风病传染的概念跟西方细菌论结合起来，就把这个麻风病的传染性夸大的不得了。因为麻风病这个杆菌呢是西方医学第一个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杆菌他发现杆菌，但是没有办法发展一个疫苗去预防它。但是呢这个杆菌的被发现呢就肯定了这个病，对西方 医者来讲肯定这个病是有强的传染性的。那么在中国那个时候麻风病在特别在南中国非常的普遍，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海报，一个30年代的海报，就是这个概念也传染得很厉害，然后把这个概念跟种族的概念连起来，觉得这个亚洲比较落后的种族比较多有这个疾病，那所谓的东亚病夫这样的一个形象在
在比方说就透过这样一个麻风病的建构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疾病。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被传这个病是被认为传染的很快的，很容易被传染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量的麻风隔离院就建立起来。那个时候，民国时候的中国其实政府没有什么力量，那盖这些隔离院的都是传教士啦，这些人。那这样的一个麻风病院呢，就是盖在广东西南的一个荒岛上面，这个大清岛上面。这个是1934年的，这个他们也出一个刊物啊。那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岛上面就盖了这样一个麻风院，它是成立于1919年的，非常早的一个麻风院。当时候在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盖起来的麻风院呢，有好几十个啊，都是大部分都是传教士，各种不同的教会的传教士盖起来的。那这个大清岛的麻风院其实到现在还在，它主要的建筑物还在。那这个照片是我前年9月去那边考察的时候拍的一个照片。那么这些老人其实没有任何的传染性，他们病已经治好了，但是只是手脚都坏掉了，但是他们被关在那里关了50多年，没有办法离开。那我那个时候是一个9月份去的，9月份去，我们从广州要坐一个小汽车到江门，大概坐了两三个小时汽车到江门，然后到了一个乡村，在一个码头，一个小小的码头上面坐上一个快艇，然后在这个快艇坐45分钟才到这个荒岛。我们今天从广州到这个荒岛都要差不多4-5个小时才到。那我们可以想象，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些人被送到那个荒岛上面，基本上就是与世隔绝了。那我们到了那个荒岛，站在岸上，就看着前面茫茫大海，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病人被送到那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那基本上就是说，认为这样子才能够断绝他们传染，把这个病传染给健康的人。当然台湾也有类似的，这个乐生院就是同样的。但是乐生院呢，它的建立呢，就是跟日本，因为日本它也是受那个时候对麻风病概念的一个影响。那么它日本人认为日本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民族，不应该有麻风这个病，所以他们采取比较严厉的手段去对付这个麻风病人，所以麻风病人都必须要被隔离。中国政府其实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所以要把麻风病人隔离开来的基本上是传教士。中国政府基本上没有能力，没有财力，也没有行政的能力去做日本政府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除了在麻风病院把这些麻风病人隔离出来以外，我们还看到病人被放在船上，然后不准他们上岸，就让他们一直在河上面、水上面飘。那这个在清远，广东清远这个麻风病人的麻风船户，这个也很有名，就很多在西江上面特别的多这种麻风船。但是今天我们都知道，麻风病其实这传染性并不高，那么中共政府呢，也是另一方面觉得他们控制麻风病成绩非常的好，也是标榜他们的治疗的，就是说公共医疗的一个成绩。那么到了20世纪后期的时候，他们就盖一些非常漂亮的房子给这些已经治疗好的麻风病人去住。这个就今天南海红卫麻风村盖那么漂亮的房子，那个是一个橱窗型的一个东西，就是让所有人来参观。你看，我们对麻风病人给予他那么好的一个对待，给那么漂亮的房子。他们说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很多人进来问是不是在卖别墅，其实他们不知道是给这个麻风病人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隔了一个世纪，因为概念的改变，整个政策的改变，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最后我就是说，这个麻风病的历史，它透露了这个疾病观念的变化，在历史上的变化。那么这个概念的变化，它跟医学的知识、跟宗教、跟法律、跟政治息息相关。那么它也完全反映出社会的变化。那么麻风病的历史与现代疾病的想象与处理啊，比方说艾滋病也有很深刻的连续性。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前几年，当这个河南的艾滋病这个流行病爆发出来之后，中国曾经讨论是不是要成立艾滋村，就像麻风村一样。因为中共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为了处理麻风病，就盖全国都盖了麻风村，来把麻风病人隔离起来。他们就说是不是要盖，同样对付艾滋病要做这个。但是因为麻风村到了后来有很多在政策上的后遗症，然后也发现其实这个麻风病并不会因为这个麻风村的建立而受到更好的控制，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很明显的这个政策，麻风村的政策已经成为他们思考一些流行病的一些慢性流行病的一个工具之一了。所以最后我大概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疾病呢大概是个人与整个群体无可避免的一个经验。我们每个人都生病，每一个社会都会有过流行病，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处理我们的疾病，每一个社会都要处理流行病，集体的流行病或者是他的市民他的成员生病所面对的各种的问题。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它是社会历史里面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很重要的构成的部分。那么透过疾病史，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了解社会以及它的历史。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梁琦志院士非常精彩也非常丰富的演讲，我们现在就开放各位讨论，谢谢。我们是不是有麦克风啊？提问题的，在座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专家啊，对这个有没有？如果没有，我就先来问一下，我就先来请教一下各位想问题，就是这个我这个外行哈，不过有一些其中有些赖是不是有些利病是不是没毒啊？像刚那个过赖哈，那个是不是跟一般民间的讲没毒有点关系？哦，这个是你说有关系是一定有关系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明中期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刚才提出这本讲麻风病的书呢，很清楚的他就把梅毒跟麻风病混扰起来。那么这个混扰其实是很普遍，在西方近代也常常看到这个混扰。那但是这个过赖的例子呢，是在南宋那个时候第一次这个文集里面出现这样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呢，这个梅毒可能还没有很难不能很果断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梅毒。因为现在有一些医史学者也觉得，在中古时候呢，在西方也有某一个形式的梅毒出现。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证实，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已经看那个时候的尸体啊、解剖啊来说。但是基本上一般的说法就是说，梅毒这个东西应该是从拉丁美洲就是欧洲人发现了拉丁美洲的之后呢，
把它引进欧洲，然后从欧洲引到亚洲的，那个应该是明代中期的事情。所以明代中期的医书呢，讲麻风的医书，把梅毒跟这个麻风病困扰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是这个过来是不是因为梅毒这个就很难说，因为它这个时间出现得很早。在座有没有不想是请这一位，然后这一位。哦，感谢老师的演讲。刚刚老师关于那个来宾或者麻风有提到中国跟日本的政策不太一样。那请问可能在老师的书里面有提到的时候我有点忘记，台湾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比较像中国的状况，还是比较像日本的状况？我想在政策上它是追随日本的做法，就是必须要就是一个法律上的要求，这个病人必须要隔离起来，所以才有这个乐生病院向日本政府求偿，然后得到赔偿，因为他们被很不合理的被隔离了大半辈子。那但是在中国呢，中国政府并没有立这样一个法律，在法律上他们受到的对待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被强迫隔离，但是实际上他们被隔离了。那他们被隔离的是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然后盖这些隔离病院的是是一些传教士啊，但是传教士他们觉得他们做这个是在做一个好事，是帮助这些病人，还是帮助这个中国社会，让这个病不要继续被传就是受到传染。所以我只能从这个法律的面来谈这个为什么乐生院在台湾有乐生院，这个因为是日本法律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呢并不是因为法律，是别的原因让他们被隔离开来。好像我小时候啊，在我的家乡我经过一个地方，那里的人都称那里是鬼山。那后来我稍微年纪长大问了才知道，原来那是日本时代麻风病人的地方，所以可能很多地方都有。对，他是在台湾大概实行的很多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没有人敢，好像还没有人住那里，就经过这么多年了，好像那边就还是没有盖房子，所以大概人们还一直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很怕这个，对，很怕这个地方。这是我少一点见闻。我们另外有一位，请。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刚刚那个史料里面啊，那个提到麻风。提到麻风的部分，有那个风有两个字，一个是那个大风的风，一个是发疯的那个风。那是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这个用字的那个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然后这个是不是也代表大家对这个的观念上面或者是发现上面的改变？这个风只是用大风这个风呢，其实一直用到明清初都是这样子。那加上那个病字头，其实在清比较晚期才加上去的。基本上它成就是说它当初这个风，我刚才说因为风寒进去才会生这个病，所以它正确的用法是就是刮风那个风，而不是有病字头那个风。那的确到了后来呢，这个病加上这个病字头，跟那个发疯这个病也有点困扰，但是这个在文献上，我们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文献上看到里面有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那但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其实这个跟这个发疯没有什么关系，它只是因为后来所有的有病的字都加一个病字头，就这样子。请非常有趣的演讲。我是学现代医学的，那传统医学的很多语言文字我都看不懂啊。所以请问您的研究里面，你 identify 多少的疾病，就是现在还存在的疾病，你从这个历史的研究里面，刚才讲麻风这个讲得很精彩啊，你还看到了哪些疾病的历史是可以已经可以成一家之言的东西？哦，这个我没有做研究，这个太多了，我没有做太多研究。我觉得
可以 identify 的，我只能说肝炎，比方说肝炎，肝炎，我觉得都很难，就是说你很难说一对一这样，因为我觉得古代的中国传统古代的疾病，它的分类的方式是跟现在很不一样的，它肝不好，它有很多不同的症状，那个病其实很不同的，所以，它可能是放在什么火上面，一些病有什么火，很多火了，你会可能眼睛不好，他们会说很多眼睛不好，他们觉得会是病肝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两个很不同的语言的系统，就是很难很难一对一的把它翻译出来。我觉得只能，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选一个疾病出来，然后看这个疾病在传统的医书里面怎么讨论，然后到了生物医学进来之后，这个病的讨论发生了什么的变化。我现在在做另外一个疾病，那就是脚气，我觉得也同样的有趣。那传统医书里面讲的脚气是一个很大的类别，它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痛风，还有香囊脚都是，那是跟这个脚气缺维他命 B1 的这个也放在同一个类别里面。那我们今天西医不会这样放同一个类别里面，但是在西医中医传统里面所有都叫脚气。那我现在就在看这个19世纪以后中医医籍里面说的脚气是什么东西，那这个跟日本明治时代以后讲的这个脚气也有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看，这样研对这个病名的研究，可能这样比较有意思，一个一个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那中医和西医是有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背景，这两个系统好像是没有什么交集的。但是其中一项，刚才您也是谈到细菌、病毒这个观念，这个西医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不是被中医接受？那什么时候中医开始接受这个病毒、细菌这种观念？其实，在西医中医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慢慢他们意识到，他们要生存必须要融入一些西医学的观念，所以这个细菌论其实他们已经慢慢在接受，用他们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很明显他们是选择性的来接受。那这里我举出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我今年的一月，我忽然间早上起来发现我漱口的时候嘴巴不能控制我的水，然后眼睛一直在流眼泪。那那天我本来就看我的中医就说你中风这样子，你这个风邪进入你的经络，但我就很紧张，他就帮我做些处理，他没有讲什么，然后就帮我处理，我就心里边不安，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老同学，他是神经内科的，我把他我的症状跟他讲，他就说你是脸面麻痹，就是 Bell's palsy。他说你是 virus 进入你的左耳，让你的神经肿胀，然后你的神经就卡在你的骨头里面，让你的肌肉不能动，是这样子。那他就让我吃 steroid 吃了12天，那我就把这个跟我的中医讲，他勃然大怒，他就说我们中医没有过滤性病毒这个名词，没有这个东西， steroids 完全对这个病完全没有治疗效果，治疗这个病只能用针灸跟我们传统中国的医药。那我就卡在中间了，怎么办？那但是这个中医还是我很熟了，所以他就容忍我继续吃 steroids。 吃 steroids 的时候他不让我吃任何的药，他只是帮我针灸。那到了 steroids 停了，我只是吃了10几天停了，那么他才开始，他一直帮我针灸，才开始给我吃中药，那我很快就好了。那所以他在这个情况呢，他就会觉得这个病跟病毒没有关系，完全是风寒入经络。那
但是在别的病，我觉得他是可以，就有某一些病他可以接受，他有一些病他觉得是，中医是完全可以处理的，有一些病他可以接受西方的说法，然后呢，配合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处理，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在黄老师说，中医现在还是不接受细菌病毒的观念，是不是？他不是全面不接受，我觉得他有一些，比方说感冒，流感，他完全接受是这个病毒，他处理有他的方式，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处理，但是他会说是病毒，他会说是这个，他不是完全不接受，有一些他接受，有一些他不接受。那么近代这个细菌观念进来以后，如果中医去解释它，会不会把原先那些虫，对，它虫是一个它也不只是中医，就是一般社会它思考这个细菌就是用虫这个观念去思考的，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就有转变了，但是刚才赖院士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没办法很权威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并没有就是说研究这个中医本身它怎么样融入这个，因为我只是看到他们的说法，然后他们在一些所谓的中医的医院，他们处理很多疾病，他们是用非常现代化的仪器去了解的，电脑各种都去了解的。那么至于我觉得他们不，比方说他们接受一些细菌病毒的这个概念的话，他们处理的方式不是一套系统去处理这些病毒细菌的问题，而是说还是按照他们的理解身体的经络气血这个脏腑这样的一个观念去治疗的。他 OK， 他说 OK， 你是有病毒进来，你有什么进来，但是我还是用针灸，我还是用什么来处理这个病，大概是这样。嗯，梁医师，我听你演讲，我说我们做，不过想可不可以刚回应，也许刚赖院士和廖院士问的那样，就我现在了解，我是在国立中文研究所，我自己本身是西医出身，但是现在在国立中文做相关的那个研究。那就是说，如果看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年在有一个大陆的很有名的肝病的老中医是叫关佑波来访问我的。就是跟我们有学术交流的时候，其实在讲肝病的治疗的时候里面，这个关老医生已经是七八十岁，他也看我们讲说抽血里面 GOT GBD， 那像上海的一些医师，所谓肾病科的医师里面是中医师的话，他们也看看说那病理报告里面有关做的肾穿刺有的这个情况。那我也是在佛山骨伤科医院，这是一个中医医院这个医院他也开脑，他也骨科病人也打钢钉。那我想我的意思说，其实现在在有些整个医疗体系里面，有些时候如果两边的这个医疗系统不一样或是语言不同的时候，大家能够百灵果可能是关键所在。因为我刚举的那些例子，说看到中国大陆他们一些例子里面，这些所谓的老中医，或是说他们的肾病，或是说骨伤科医院，其实已经有融入，只要是对病人有帮助的治疗里面，包括西医，所以不是完全说 OK， 只用中医就是全面通知。我想不是这样。那这个部分我想比较重要，我是注意到说，台湾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中西医是一国两制分得很清楚，所以只有，比如像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冠心病病人的话，那我如果去在台大医院看心脏内科，那我如果要看中医的话，我可能还是要跑到西门，就是那个市立中医院。所以这个之间的这种金额，是不是站在民众病患需要的角色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可能从可以做一些形式了。但第二点，我想回归到您刚所提到说疾病的定义里面，我是有注意到说，就像刚刚讲到肥胖症，或是那个另外讲的那个就是。其实现在我想不是只有医生或是其他人，还有很多人在决定有没有
哪些是可以治疗，哪些是不可以治疗，哪些有给付。那现在我想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各位知道说，以前可能我们认为说所谓的男性的这种所谓的勃起功能障碍的时候，那最后为什么会这么多，包括那个大公司 Pfizer 会赚这么多钱，就是所谓 Viagra 这个情势，这个原来以为说，哎，这可能是你心理上的障碍或者其他有很多因素，但是一颗 Viagra 可能可以让很多人，就是他还是回到这个所谓的机体的症，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性，对，就是您刚刚讲说有社会文化的，又有生物医学的，这个动态的部分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一部分的不能。那这里面当然就是讲到说，可能就像 Charles Schlossman 一直在讲说，就是所谓的诊断的这种 the timing of diagnosis， 在很多情你如果有诊断，可能有给付，所以可能对医者或是对在美国叫 HMO 他们所谓的健保给付的这个，请对他们这个 drive 或者是药厂的 drive， 是尽量有疾病的这个，把你所谓我们叫 categorization 或者 diagnosis 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可能是因素上跟以前所有医者和所有的民众或其他，就是有新的加进来，会共同决定说为什么要去界定一个疾病，我想也是蛮有趣的。那我也注意到说，可能包括肥胖症，其实这个这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研究，包括可能跟你的脂肪肝有关，还有跟你的死亡率增加了有关的，所以为什么要处理，为什么要治疗，那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争议所在，说到底肥胖症或是所谓的精神，那我想只是回应说，其实现在这个可能会导致大家就是说疾病生物医学的这个角度怎么样，其实有很多蛮复杂的情况，我也没办法一直回应人情，谢谢。我回应一下，就是我不是很确定，就是说在台湾你中西医是那么的截然差异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整个潮流现在中西医的这个和就是说一起来处理一些病已经是越来越流行，至少在香港是这样子。我记得上一次这个毒奶粉那个三鹿那个毒奶粉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在香港处理的医院马嘉利医院，它基本上是西医跟中医一起去处理的。它很多其实很多病是，比方说像香港大学，他们要开一个部，好像在深圳要开一个部分，然后里面中西医都有。我觉得针灸这个已经是很多病已经在采用，我不认为现在是那么的截然两分。我觉得这个赖医生会比我清楚。可能主流还是西医，但是中医参与这个治疗公共政策，就是说公共医疗的治疗，其实已经我觉得在各地已经蛮上轨道的。那比方说以前在香港东华医院只是一个中医的只是后一开始中医的医院，后来中医被排除在外，后来完全是西医，现在中医很快又回来变成医院的一个部分，这个发展的潮流，我们在香港看得蛮清楚的。我趁机好，我也是等一下，我趁机请教赖校长。我在某大学、某医药大学做校咨询委员的时候，发现该校的中医跟西医就当着客人面前吵起来，所以听起来比刚梁院士讲的好像更激烈，更分开。香港好像结合的比较好，两边就吵，而且都是校方最高阶层。我不能讲在哪里，但两方校方最高阶层居然当场吵起来，所以这个到底是台湾实况是怎么样？因为成大也有一些，1997年就才这样子啊，1997年也是西医独大，香港是1997年回归以后才中医的角色和地位才越来越高，包括中医系的成立，港大和中大都是因为这样，1997年关系。1997，戴校长是不是也有？No comment. Actually, 可能有一点关系啊，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很明显的，像西医，你刚刚提到，他们好像是比较权威性，在东方的话好像不是，他就是跟群众、病者之间很多的协调。那这是不是社会就造成，就是说，像中医，事实上在古代的，如果理解没错。医者的那个地位不是很高的，对不对？东方中国的西方也是啊，他
高主要是十九世纪以后 ，OK， 才高起来。呀，不，就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一则是士可以照顾很多人，在社会文化道德的观点来讲，这个对不对？他们事实上是可以改变那些，像到后来很多的对社会，这个道德概念啊，也跟这些疾病有点关联，对不对？那怎么？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十九世纪以后西医的地位会，就是那个权威建立起来，或者科学本身是个权，但权威性的建立起来，基本上我想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后在西方发展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不单只是医生了，科学家了，也是。是吧？跟宗教，西方跟宗教有关系比较大，因为科学家是被宗教，对，我不知道。以前科学家在宗教家的是认为科学家是不对的啊，因为他违背宗教的背景。但医生，我觉得医生的权威性跟整个西方科学，变成一个权威的学问，我觉得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那基本上。欧洲的科学革命到后来医学革命，这两个革命产生之后，我觉得这些学问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就是说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握的。那个发言权变成是，真的是能够真的是有这方面训练的人才有发言权。这个是那个两个革命产生之后才出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学知识发展史的一个问题，我这里不敢多说。是李院士，还有戴院士，那很高兴听到你用社会文化这样的脉络来了解疾病。那这也牵涉到，我们对疾病的理解常常受到使用的语言的影响。所以你刚刚讲的怎么分类什么的，有时候没办法 equate 西医跟中医的这个疾病的名义，用这样理解比较有深度，我觉得蛮好的。那你引用了很多历史，就历史上各国中西方啊很多地方的历史，那有的地方圣经的历史，我想你大概会有，我记得看过那个圣经。写的这个上帝为了这个救这世人了、这个麻风病，结果后因为上帝的牺牲，后来所有麻风病都治好了、不晓得您写的那本书《Leprosy》那本书有没有引用的这一段话？这个牵涉到信仰的问题。我没有引用这段话，但是呢，我就这个问题，我看了另外一个。西方医史 学者探讨圣经里面讲麻风病这个书，这个你会有很感兴趣。他说圣经里面讲那个不是麻风病，他只是把一个希腊的古的名词翻译过来，翻译错了，用 lepra 这个字是不对的，应该用另外一个词。所以后来所有的人就以为圣经里面讲这个是 leprosy， 是 lepra， 其实应该那个时候应该说Elephantiasis 那个字是他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因为我不敢说，因为他是懂希腊语懂拉丁语这个，那所以 古希腊语拉丁语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翻译的错误，古代翻译的错误。刚才梁院士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古代看病的时候是医师和病人讨论，和病人家属讨论，聘两三位医师一起来讨论。我想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好的医师听病人的话，而且是 group consultation， 我想这是最好的医师。不过这也是我想是反映当时对医师的没有权威性，大家还不信任医师。所以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变成医师能够 establish authority， 变成医师讲的话，变成大家都听一个医师就够了，病人们不能讲话。所以这个共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样的转变？我觉得这个发生主要是在西方，我刚才讲的这个医学革命，我觉得那个细菌论的
解剖学的发展加上细菌论这个发展，基本上我觉得很成熟，应该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吧。我们看到这个出现，然后所有这些，当然这些 Royal Academy of Medicine 啊，这个在法国、在英国都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到你讲的那个权威，就是说一个医生讲了就算，别人就不能多加话的话，应该特别，我想应该就是在这个细菌论，这个研究出来以后，我想这个就很明显了。我会把它放在19世纪下半部。那这个后来才慢慢在西方先出现，然后后来慢慢才发，就是说，是其他的地区像中国啊、日本啊、印度啊这些都采取这个生物医学作为他们主流医学的时候，这个模式也跟着过去。刚刚你介绍那麻风村啊，对于用这种隔离啊、quarantine 的方法来防治一些传染很快的病，其实并不只有麻风嘛，对不对？就早期的像那个黑死病啊，就鼠疫啊，还有那个 measles 这些，都是很常见。就是当这种传染很快的这个病出现的时候，就用 quarantine 的方法把它隔绝。那这个当然就是说跟到了20世纪以后后半期才有一些根治麻风病的方法，那这个 quarantine 就变成没有必要嘛，是不是？这个完全是跟这个 technology 的这个改变而在改变。换句话说，假使今天麻风病是没有办法用医药来治疗的话，它这麻风村的意义是不是还会更重要？这个可能也要问一下麻风的专家，但是我的我看过的文献，我的了解就是说，麻风病就算它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现在都是用那个一个鸡尾疗法，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吃法，因为它之所以不能治好，就是因为它有抗药性，它之前用的一些抗生素它有那个病人很快产生抗药性，它就没办法治好，后来一个鸡尾疗法之后这个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想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其实麻风病的传染并不是那么容易，你要跟那个病人有非常长期的接触，然后呢你的卫生习惯也非常的不好，才会传染，其实它传染性并不高。是这样子的话，其实麻风村没有这个必要，没有，因为你隔离把它隔，其实不能说是 quarantine， 它 quarantine 是检疫，就是说，有你从一个疫区来的人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要边界被拦起来，不准进去，这个 quarantine。那现在我们讲麻风病呢，这个是黑死病的做法。那我们现在讲麻风病，它是说你是在同一个境内有这个病人，你要把它 isolate。隔离开了 ，segregation， 这是不同的一个概念，这是防御一个不同的概念。那麻风病这个 segregation， 为什么现在这个在香港乐生病院，他们向日本政府求偿而得到赔偿，就是因为这个 segregation 是不合理。他这些很多人其实已经他病了，然后手脚都断了什么。但是它其实已经没有传染性，它还是把它隔离起来，所以它的隔离并不是基于一个非常 solid 的一个科学研究的 basis 上面可以讲一讲。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在19世纪，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些麻风专家对这个病传染性强不强，其实很多很多辩论，并没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病传染性很强，必须隔离，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但所以这个政策把它隔离起来是一个政治上的政策，那所以就引起后面很多后遗症。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请。哎，梁老师您好，我就听您讲座收获很多，我就。对中间，因为我自己不是研究这方面的，我就想听到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近代以来很多像麻风病和可能和就是说
地区种族啊这些观念有关系啊。我就觉得像包括像陈寅恪先生以前研究像狐臭和狐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疾病和国家之间的一些关联，我就想在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时代里，就当代我不讨论就以前的话，是不是说现在已经比较少的有这样一种哪种疾病或者说是和一个国家或者是有关联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疾病其实都是全球每一个国家或者是人群都需要去面对的，而不像以前那样可能像肺结核和像麻风病这样的病可能是近代中国这样一种衰弱的这样一种象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才几位先生也谈到，就是说现在可能不同的这样一个学就是说不同的人群对于中医或者西医有不同的理解，我就想问一下，现在就是说就您的了解，像在香港或者在台湾，就是说我比较关心的是对于疾病的这样一种教育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在大学或者是科研院所里面，因为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实是今后怎么样的来处理这样一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些医师啊或者是医疗从业人员，我就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了解。谢谢您。谢谢我想对亚洲啊现在这个全球化这个情况，可能对亚洲的病的一个看法可能有些改变。虽然 SARS 的爆发也是说它是亚洲人的病，也是有一点点，但是呢那种种族的歧视可能已经少很多，但是那是因为亚洲现在已经富强起来，你可以这样讲，很多强国都是亚洲的国家。但是你想想非洲呢，很多病乌古怪怪的病，他是认为是非洲的病，伊波拉这个病。我最近看了一些报道，也有一些奇怪的病，也发生的地方都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或者是比较弱的国家。那这些地方都常常传出有些奇怪。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种病是让那个病人不停的笑，然后会传染。那这个病第一次被报道发生是在苏丹。然后越南一个什么地方也有这个病，然后这个听说可能是吃了什么中一种什么毒，然后没有很好的解释。我觉得疾病像我刚才讲的有它道德的一面，就是一些弱势的国家，一些比较卫生条件差的国家，通常都会被认为会有一些奇怪的病。我想到现在还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是医学教育是吧？医学教育这个问题，我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在香港，我举香港的例子好了。我因为现在在香港两年多，我现在比较了解。像香港大学这个医学比较重要的发展的一个大学呢，它从两年多前以前在学校里面就设立一个中心，叫人文与医学研究中心啊，人文的医学，就是说从人文学的角度去看医学这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跨着文学院跟医学院，他们有很多共同推动的活动，就是讲医学的课题的。那么我有参与这个中心的一些活动。那么他们现在我听说他们也要发展这个，所有他们医学院的学生要去听这些人文的课。那很多这个所有一年级共同的课都是很多课，就是这医学院可以去听的这些课。我觉得这个也在做，在美国我想这个已经做了很久了，那在亚洲国家可能做的比较晚起步。中文大学好像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在香港大学我看到这样一个发展。我猜想其实台湾也有，我们有一些同事，我们的学所有一些同事，他们也在台大医学院教一些人文学的课，是不是必修课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大家都在做，特别是 SARS 过后，大家都觉得一般的医生应该有一些人文学的素养，可能以后去行医的时候会有比较好的准备，大概是这样子。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最后一个问题，大家没有问题了吗？那我就再问一个喽。我非常看到您那张照片，非常的震惊，就是麻风转骨，就是你说在广东那边的。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会
因为我想在座很多人都读过福寇的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就文明与疯狂，一开始就说把这些疯子放在船上让他们去漂流，那会不会，我不知道福寇的书上面怎么讲了、啊，但我这几十年前读我已经不记得，会不会这里面也有是麻风的人，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您的图片时我想起这件事情。福寇那段我不记得了，不过福寇他讲疯子这个问题是延续着麻风病人，他就是说西方现进入现代，就是现代之前呢，西方人就是把麻风病人关起来隔离起来，到了现代之后呢，就把疯子关起来，就是疯子变成是一个要隔离的人群，他是这样讲。但是这个船上这个问题，我想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它。我想这个也是可能跟宗教有关系，就是说所有的跟会让人生病的各种的鬼怪，这种不好的鬼，通常用宗教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就是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火，一个就是水，这两个东西呢就会把这些鬼处理掉，或者是隔离，把这个传染断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以前，如果你在一个，比方说在云南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一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的一个很可能被处理的方式就是被他的同村的邻居烧死，连房子烧死，因为他们觉得烧死才很干净的把他的传染的途径全部断掉。那我认为这个是跟传统的宗教有关系。大家想想看，台湾的那个瘟神，比方说那个瘟那个王爷，那个王爷是治病的，那么他们那个仪式是什么呢？弄一个船，很漂亮的船，然后放一把火，把它留在海里面，然后就让它飘过去，然后这个仪式做了，你这个社区这个村子的病，这明年就会没有病。就是说这个一个火一个水，在宗教上是说是对一个很恶毒的疾病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所以把这个麻风病人放在船上飘在水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一个做法。虽然我不能很确实的说因为就是这个，但是我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子，一个用火烧，一个是放在水上。那把这个麻风病人放在一个荒岛上面隔离，也是中间隔着水，大概是有这个意思。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谢谢梁院士非常精彩丰富的演讲，谢谢各位，谢谢。